Welcome to another Mandarin Corner video. For more advanced students, you can watch this video without English subtitles at mandarincorner.org. To access our premium content, which includes downloads of all our videos, audio files, PDFs, and transcripts in different versions, such as with English, without English, Hanzi only, and with traditional characters, as well as being able to draw our content with flashcards, including our HSK sentences, survival Chinese sentences, and Chinese characters. Consider becoming a lifetime member with just a one-time donation. Links to donate are below. 大家好，欢迎来到 Mandarin Corner， 我是 Eileen。 上个视频我讲了在浙江工作的经历，虽然心酸，却很开心有这样一段经历来跟大家分享。经常饿肚子是一种很难受的感觉，所以当我爸妈提出让我回老家的时候，我欣然答应了。我的爸爸不像多数农村人一样去外地打工赚钱，而是在家经营着自己的小生意，虽然辛苦，但也够养活一家人。况且可以待在自己的家乡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平时妈妈需要跟爸爸一起去送货，所以经常忙到没时间做饭，而我回家正好可以帮忙干家务活，让他们一回家就有饭吃。我们住的房子有两层，爸妈的卧室和客厅还有一个堆放杂物的小房间在楼下，我的房间在楼上。从房间里的窗户向外看，能看到远处的山和村民的房子，以及来来往往的摩托车。家门口有个大院子，爸爸的小工厂就在这个院子里，堆放着各种用来制作产品的机器和原材料，还有爸爸用来送货的三轮车。机器运作的时候，噪音很大，空气中的粉尘也很多，所以每次爸爸工作的时候，我就把门和窗户都关起来。院子里还有一个小菜园，辛勤的妈妈在里面种满了各式各样的蔬菜，有黄瓜、青椒、胡萝卜、茄子、土豆等等。我们很少用农药，所以这些蔬菜很安全。每天一早起床，我就蹲在菜园里，观察这些蔬菜是否长大了。时不时的还能看到一群蚂蚁在地里爬来爬去。树林里的小鸟偶尔会飞来偷吃我们家的菜。妈妈用破衣服制作了一个假人，插在菜园中央用来吓走小鸟，但这些鸟儿也不笨，根本不相信，照样偷吃。我们平时很少需要买菜，基本上都是吃菜园里新鲜的蔬菜，而且菜市场离家有点远，不是很方便。
隔壁村有卖猪肉的人，他每天从市场运来新鲜的猪，然后一大早杀了它，等着顾客上门来购买。这里的猪肉既干净又健康，吃起来很鲜美，闻起来也很香。我的妈妈每年都会养十几只鸡，一般都是母鸡，等它们长大了之后就会下蛋给我们吃。我最喜欢傍晚的时候去鸡圈里捡鸡蛋了，握在手里暖暖的，然后小心翼翼地把这些鸡蛋放在一个鞋盒里。早上我们的早餐是用米煮成的粥，妈妈会煮很多，然后将剩下的粥和米糠搅拌在一起喂鸡吃。回家后照顾鸡的工作就成了我的了。每次我端着一盆鸡食走进鸡圈，这些鸡都盯着我手上的食物，好像在说我饿死了。等我把盆子放在地上，它们便开始争先恐后的抢食物。有时候我也会将从菜园里摘回来的蔬菜分一些给鸡吃，扔进去的那一瞬间，他们会立即扑上来抢，非常好玩。一般只有过年的时候，我们才会杀一两只鸡吃，平时就留着它们下鸡蛋。过春节那天，我的妈妈总要求我帮她一起杀，这是我最讨厌的事情。妈妈拿刀杀鸡的时候，鸡会挣扎，所以需要我抓住鸡的脚，防止它乱动。可是我很害怕，不敢看，手里抓住鸡脚，眼睛闭得紧紧的，嘴里还不时问我妈好了没。我妈总是不耐烦地回我一句，你抓紧一点，别让它动。我爸爸跟我一样非常胆小，不敢杀生。有一次爸爸在家里发现了一只死老鼠，他被吓了一跳，大喊大叫叫我妈过来丢掉死老鼠。农村人一般家里都有口水井，我们都是喝井里的水，但不用它洗衣服。每天早上我会收集脏的衣服，然后用篮子拎去池塘边洗。洗衣服的时候非常热闹，每天一群妇女围着干净的池塘洗一家人的衣服，不一会儿池塘里的水就变得污浊不堪。随着水的流动，池塘里的水又变得清澈见底了。这些妇女喜欢围在一起大声聊天，聊各种有趣的八卦。我就安静地蹲在一边，边洗衣服边听他们聊天。夏天的时候衣服单薄，很快就能洗完，但冬天的衣服厚重，每次拎着一篮子衣服去池塘都要在路上休息好几次。池塘里的水温很低，
就像从冰箱里拿出来的冰块一样。等我洗完所有的衣服，我的手就会被冻得红红肿肿。洗完衣服后，我就得回家做饭了。刚开始做的菜很难吃，我就上网查菜谱，学做各种美食。但每次不管好吃难吃，我爸妈从来不会抱怨。自从初中毕业，我便离开了家，在外面吃的食物既不卫生又不健康，而且吃零食也不节制，导致我胖了一大圈。大部分的赘肉都是长在肚子上，坐着的时候这一层一层的肉非常不舒服，所以我就下定决心要减掉这难看的肥肉。我减肥的秘诀就是把食物放进嘴里慢慢咀嚼，数30下再往下吞。这样不仅对胃好，而且还能防止因为吃多而长胖。加上晚饭前做30分钟左右的运动，我喜欢跳舞和瑜伽，买了一些 DVD 教学视频跟着练习。一年后，我肚子上的肉不见了，体重也下降了。如果你有同样的烦恼，也可以试试这个方法哦。上午的时间我都是在干家务活中度过，下午我一般会看电视或四处溜达。我爸爸给我买了辆电动车，我经常骑着它去附近的超市买零食回来，边吃边看电视。有时候也会骑去外婆家玩。乡下的马路坑坑洼洼，又有很多大货车运着煤或石头路过。每次在马路上骑车，我都是一只手捂着嘴，另一只手掌握方向盘，眼睛也因为空气中的灰尘不停地眨。爸妈总是很晚才到家，而我经常一个人坐在房间里等他们回家吃晚饭。有时候很晚都没到家，我就开始胡思乱想，担心他们会有什么意外。直到听到爸爸车的声音才放下心来。有段时间我迷上了中医，买了一大堆书，闲来无事就开始研究。晚上吃完晚餐洗完澡，我们一家人坐在房间里聊天看电视。我总是将我从书上学到的知识给他们按摩。在老家陪伴父母的一年时间是我人生中最无忧无虑的时光。我也很享受农村生活，但唯独一点我至今还是无法习惯，那就是乡下的厕所。农村的厕所不像城市里是建在房内的，而是单独建在外面。我们家的厕所是在菜园里，一个小小的空间，里面
一个洞，又臭又恶心。夏天，蚊子很多，蹲在里面，根本无法忍受。冬天，又非常冷，特别是晚上半夜想上厕所了，外面一片漆黑，厕所里没有灯。我拿着手电筒，一个人蹲在黑黑的厕所里，脑子里想的都是恐怖画面。那年我19岁，思想单纯，没有什么远大理想，在老家和家人生活了一年，渐渐习惯了这样的生活。唯一的梦想是找一个好男人，结婚生子，从此做一个快乐的家庭主妇。所以我对相亲并不抵抗，但这种当家庭主妇的思想没有维持很久。第二年我就改变主意了，因为待在老家实在太无聊了，而且想到结婚后有了孩子就会失去自由，就觉得可怕。于是我决定要出去找工作。